Hello, I'm Adeline. I'm a full-time mom. I used to be a fashion designer, but now my new job, full-time mom. 我会选择加入这一门教育生意，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意，也同一个时间我也有我自己时间自由，也能照顾我自己的宝宝，所以是一举两得的一门生意。我喜欢 Krystle and Sean 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很像一个大家庭，我们的leader 也对我们很好，都很常会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给予很多很多的支持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团队。我们的团队像是一个家庭，会很常互相扶持，也很多爱心，很开心。我希望通过这一门教育生意，可以每个月稳稳的有一个收入，然后储蓄起来，给我的小孩上大学。加入这个生意之后，其实学习到很多关于leadership 方面的事情，也学习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最棒的是我从来没想过说一个月可以赚5000块的收入，因为以前打工可能一个月才赚那2-3千块，所以这一个生意让我已经连续两个月都赚了5000块，多于5000块，也让我有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和小孩，所以很棒。说真的，不要想太多，加入我们不仅以改变你的生活，也改变很多小朋友的一生，所以加入我们吧。 See you in the team.